哎呀，他二叔，你天天都想啥呢？话语还在呢，你不顾及你侄子的安危，你这脑袋一天天都装啥呢？ 这不傻子吗？傻子，你醒醒！救命！哎呀，他二叔，你天天都想啥呢？话语还在呢。 你不顾及你侄子的安危，你这脑袋一天天都装啥呢？哎呀，秋萍，你都想死我了！秋萍，秋寡妇，你敢用剪刀？秋萍，秋寡妇，你敢用剪刀？ 你要再敢来，你信不信我废了你？我是不敢了，可是我那傻侄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秋萍，秋萍，你丈夫走了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就不想？你答应我一次吧，啊，秋萍，你答应我一次吧。秋寡妇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可告诉你。 现在傻子誓死是活不知道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可免不了要吃官司的。你答应我一次吧，啊，秋香，你答应我一次吧。你闭嘴，滚！你就给我吧。真白呀！ 阿姨，阿姨，你咋了？你二叔可能是有点饿了，咱们去做点好吃的。现在还不是清醒的时候，既然他们都以为我是傻子，那就继续装下去，陪他们玩玩。哼，二叔饿，对，我去拿好吃的。傻子，你拿这玩意干啥呀？ 二叔吃，二叔吃。这不能吃，这是给狗吃的。二叔饿了，二叔吃。傻子，你脱裤子干啥呀？咋还往里尿尿呢？二叔吃，二叔喜欢吃。
二叔，二叔吃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吃！不能吃，还不能吃，给我滚！你胆子，你胆子，你看你回家我咋收拾你？二叔，你还吃吗？今天你要是从了我，这五千我就不提了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话语还在呢，你可别乱来。哟，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今天我就让他看个眼。我操你妈的，疼！疼什么？疼你疼！我疼你疼！话语，别打了。货傻的邱寡妇，我海哥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操！啊！傻子，上炕吃面。坐那儿好好吃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呢。哟，吃上了，欠我钱什么时候还呢？这不是还有几天呢？我跟你说，秋雨，这钱可是海哥的。我又没说不还，再说了，我侄女可要马上回来了，她可是咱们村的村支书。操，村支书，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以为爷会怕的吗？许彪，你想干啥？我想干啥？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好痛！哎呦我，你别追啊！那别我，我，放你吧。该老子的东西老子一定会让你吐出来，这么多年老子受的委屈我是交费还给你。谁捡了老子电话？怎么证明是你的电话呀？不是老子手机，老子能打过来吗？那你有什么证明是你的手机？要不你告诉我开机密码。小子，你知道老子谁吗？老子许彪。我管你是真彪还是假彪，你要不告诉老子，信不信老子给你摔了？这手机里可有很重要的东西，坏了怎么办？得了，告你密码。这就对了，验证成功了，我就把手机给你送过去，但是你要给我报酬。
操！别让老子知道你是谁！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这神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对了，那费用的事儿。啊啊啊！咱送圣灵童子，圣灵童子保佑他。温主任呢、啊？咱俩又不是第一次合作，哈。这刘妖婆又要换人了。我有分寸，我有分寸。收集证据，搞死你！四六分账啊！哎呀，好嘞，好嘞！这孩子天生就是克星，克死父母，他活得像畜生一样。既然你们吃了我父母的赔偿款，哼，那就别怪老子心狠了。你们都喜欢名利，我就让你们窝里反了。金童玉女驾到。圣灵童子显灵。哎呀，时辰到了，你可饶了我吧！哎呦，饶了我吧！哎呀，想活命？想。那你拿3万块钱到后山。行。去找你兄弟要真钱，让你兄弟在地下给你求情。我马上办。兄弟，
二叔，二叔，你真是本性难改。二叔，二叔，你拿上100的糊弄我，你知道我给你拿2张，够意思了吧？哥呀，我来看你来了，哥，我跟你儿子都跟你伺候大的份儿上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，是不是哥？见过不要脸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。你可在地下一定得和我好好说说好话啊，哥。哥呀、啊，哥，不行啊，你就跟那让土崽子带走吧，哥。还想把我带走？还得。弟弟啊，弟弟，是你吗？哥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，哥呀！跟我走吧。其实啊，我更想你。跟我走吧。其实啊，我更想你。我可不去啊，我可不去啊。爸妈，苍天有眼，让你儿子我清醒。儿不孝，不让你二老过上好日子。不过你二老放心，我会让他们4吨的钱全都吐出来。这就是欠我钱的下场。这难道是偷牌的？许彪，许彪，难道你还留了一手？没想到吧，这个视频能落到老子手里。呀，小丽，你咋回来了呢？呀，小丽，你咋回来了呢？这是不忙回来看看。那快走，来走进屋。话语啊，小丽回来了。哎呀，看来呀，她应该是不认识你了。嗯，宇哥，我是小丽呀、啊。长大后你是不是又来娶我的？难道你忘了吗，宇哥？你俩啊，十几年前就已经私定终身了呀。小丽，对不起，我大仇还没有报，暂时不能与你相认。姑姑，宇哥好像记得我了。不好，要被识破。姑，宇哥好像记得我了。不好，要被识破。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姑姑？不要太刺激他了，慢慢的会好的。爸妈，我们来看你二老，别担心，
我在这边活得挺好，现在我也变正。那个王村在家吗？啥事儿啊？还找家了？我找王村有点事儿。有事儿？寡妇进家没好事。说啥话呢？呀，是秋萍来了。这啥事儿啊？我找他进屋说这啥事儿？进屋说。哎呀，来吧，找进屋。有啥事你就说，我啥事都能办。王村，我想借点钱，我到秋我就能还上。借钱呢？借多少？五千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快还你的。哎呀，你说这话不是外道了吗？只要你开口，借多少都行，不用还都行。秋萍啊，哎呀，叔有钱，只要你从了我，这钱都是你的。王村，你别这样，王村。哎、这一家没一个好的。贼他妈拿钱刀的，崩的我可真是屎啊！哎，王叔，我不借了，我不借，我不借了。那个金童玉女吗？我见过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想起来了，还真是。那可，去年老王家老刘死的时候，他就拿出了摆布，我见过。
这一万给秋婶，让他拿去还债。张神婆，张神婆，你骗了一辈子人，你没想到吧？这要是让王朝富发现他的金条丢了，嘿嘿，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过来，你过来。啥事？你说这事能不能是张神婆弄的鬼啊？张神婆可是我请来的，要是他有问题，能来得及吗？但是我在茅房被炸的事，指定是人为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张神婆又缺钱了，想这个办法来糊弄咱家。十有八九就是他呀！哎呀！哎，谭叔，别睡了。啥呀？这是大惊小怪的。你去看看咱家钱还在不在？这一天事儿，哎。这不钱吗？我的钱呢？啥？这钱呢？你今天把钱整没了，我跟你俩没完！兄弟啊，我求求你了，我还真不起你这折腾了，兄弟，你快帮帮我吧！这个事儿就得找他帮忙。谁呀？神婆，我这就领你找他去。这是干啥呢？你这是对神灵大不敬，神灵会惩罚你的。哪有什么神灵啊？我看就是他偷去了。这钱要找不到，我把这屋子给砸了。咋的了，村长？你家钱也丢了啊？咋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家钱也丢了，这是哪个天杀的造孽呀？你家钱丢了，你跑这儿干什么？我昨天这钱还好好的呢，今天就变成冥币了。我这不正想找这个张神婆来看看吗？我想问问他，找他问，就是他拿的啊。昨天跑我们家捉神弄鬼，完事我们家钱就不见了。莫不是与这个纸人儿？昨天这纸人在我家呢，完了这钱就不见了。在你家？回去给神婆打电话。哎，老张婆婆，那死人我不信我。走，找寡妇去。这里肯定有猫腻，是人不是鬼。走。肯定是寡妇搞的鬼，他家现在正缺钱，咱家金条啊就是他偷的。昨天他上咱们家来干啥了？是不是向你借钱呢？我哪有钱呢？别瞎胡咧咧啊！如果这事是他干的，你看我挠死他。好，我帮你。我家的钱呢，说不定也是他搞的鬼。可不是咋的，
上一日子我们家老头子让他傻子给脸都打坏了，你看我这脸现在还没消肿呢，你说我哪惹着他了？这事儿啊肯定是那小寡妇背后搞的鬼。到了，走，找他去。行吧，找他去。太岁娘，都啥时候了？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？干啥拆家来了？你个骚蹄子，活该你家老爷们死！你就这出还上我们家偷钱？你好，你不骚，你不骚，你大白天你上后边踩多骨去？咋回事？瞧瞧我撕了你！哎呀，我家的钱也是让他偷去，还拿金童玉女吓唬我。你看我不撕了你吗，春阳？这，你自己家老爷们在外边还得惦别人家的女人家，你还有空在这儿管闲事儿？再说了，你们家钱我没偷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没偷。我问的是上一句。上一句。你家老爷们在外边垫别人家老娘们去了？你胡说！找我能干啥呀？玩呗。但我可跟你说啊，是你家爷们一直死皮赖脸来找我，可不是我勾搭的。那我问你，他是不是给你拿东西了？说的是。哎呀，那事儿我可没找他，他就是想转移视线。再说了，咱不是来要钱的来了吗？怪不得你偷偷摸摸总往出跑，回来时候身上总带伤。我问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你脸上伤也是这寡妇挠的，咱家的东西啊，都他妈送给寡妇了。行了，闹够没有啊？我问邢婆家的金童玉女是不是你拿去的？我家的钱是不是你偷去的？让你好看！你胡说！二叔死了，二叔死了，我爹打的。哎呀，你先别管这傻子了。杨秋平，我问你，神婆家那个金童玉女是不是你偷去了？我偷不偷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小寡妇，我问你，你刚才说我家爷们惦记别的女人，你看住了啊？哼，咋没看见呢？你家那爷们天天往我家跑，天天来找我。啥？咋的？让我再说一遍呢，你家爷们儿天天往我家跑。哎呀，都别嚼住了！我问你，寡妇说的是真是假？哪有那事儿啊？小寡妇，我问你，我家爷们儿找你干啥？你们想要谁好看？陈主任，这事跟你没关系吧？如果真要是他偷东西，那会受到法律制裁的。嘿嘿嘿，纸纸，嘿嘿嘿嘿，大仙儿，大仙儿，傻子，你知道啥？咻飞了，纸纸，大仙儿。飞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就说是神婆有问题，咋能说谎吗？就是他搞的，让你招摇撞骗，傻眼了吧？傻子，你把话说清楚了。纸儿，齐大仙儿，飞了，飞了。你们还聊
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许彪这钱可怎么还？村长这钱有还不见，还谁家能有呢？哎呀，姑姑，别着急，我马上就会开工资了，到时候先给你应急。那可不行，你也才刚刚参加工作，手上哪有那么多钱？哎呀，没事啊，姑姑，反正我也没有花钱的地方。不行不行，那可不行，我能花你的钱吗？也没事啊，姑姑。嘿嘿嘿嘿。衣服坏了，过来，来，婶给你缝缝。嗯，我不要。还啥羞耻孩子，谁啥没看着过？这咋的了？姑姑，钱，你竟然有钱？红纸，红纸还债。还债，宇哥，这钱是你弄来的？老天给的红纸，是不是啊？还面纸，还面纸，还债，还面，还债。这钱呀。要真是那两个老不正经的，我真就受之无愧了。这是啊，他们欠我的。姑姑，一会儿赶紧把许彪的钱还了吧。行行行，咋样啊，小寡妇？有钱没钱呢？今儿我大哥可来了。傻子也得吃面。不如他妈喂狗。哟，彪子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寡妇还真挺水灵。二位妹妹，不如跟我婚吧，我保证你们吃香的，喝辣的。小寡妇，跟爷走吧。也保证你啊，夜夜笙歌。来吧，小寡妇。啊！你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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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、哎、娘，你们别着急，我先收回点利息。至于他们欠咱家的，我迟早让他们还回来。您那天上一定要保佑我，保佑小丽，还有她姑姑。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对我好，对我是真心的好。海哥，海哥，告诉你多少回了，稳当的，总是毛手毛脚的。海哥，你别打，你听我说，村长这回亏大了，他丢了不少钱，花出国也是。报应，这两家呀，没他妈一个好东西。啥报应啊？我知道，都是张大仙整的。张大仙？为啥呀？缺钱了呗，整天神叨的。别人信呢，我可不信。滚滚滚滚滚滚滚！打他，别打他了，不就要钱吗？给你。站住！拿着，两不相欠，以后再来绝对不会饶你们。哎哎。
你他妈轻点！哎呦我去，这傻子真他妈有劲儿啊！海哥，这傻子他不好惹，他杀人他不偿命啊！别的别说，这个小骚气。至于那个傻子，不急，我有事。你他妈轻点，半个腰啊！宇哥，你刚刚，哎呀，傻子就是傻子，那咋可能是正常的呢？姑姑，你别这么说宇哥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傻子饿了，吃饭，我要吃面，饿。好吧，但愿吧，走吧，饿了就给煮点面吃吧。你看看你们啊，咋不相信我呢？我能干那事儿吗？我也相信你，但是那傻子能骗人吗？赶紧说，你到底拿没拿钱？哎呀，我肯定没拿。这样吧，我想想办法把你们的钱弄回来。你有啥办法？快说呀！你急啥呀？要什么时候把话说完？赶紧说，别逼我急眼。着什么急？来，你过来。这事儿啊，这么干。啊？这几天呢，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咱这个村子里呀、啊、闹鬼呀、啊，我呀是吃不安呐，站不稳呐，我着急呀、啊，你说这可咋整啊？昨天晚上啊，半夜的时候，哎呀，上房仙给我托了个梦，说咱村子闹五道鬼呀、啊。五道鬼是啥呀？就是五道神。上房仙说得用钱，钱的阳气重啊。对，大家把这钱呢、啊、都攥到手里，哎，用这个招。把这钱往古井里一扔，把五道神咔嚓去了，给他五道井里他就出不来了。上房仙说得用钱，钱的阳气重啊。对，大家把这钱呢、啊、都攥到手里，哎，用这个招，把这钱往古井里一扔，把五道神咔嚓去了，给他五道井里他就出不来了。往里扔吧。那你在这干什么呢呀？为啥把钱扔井里呀？哎，哪来的个丫头片子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打扰我做法，神灵会报应你的。这不寡妇的侄女吗？哎呀妈，长得水灵，要给我当媳妇儿啊！哎呀，可好了、啊。呸！你不撒泡尿罩住自己？我侄女那是咱镇上的领导。我呸！瞅你那骚样。哎呀，陈主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陈主任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回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哪儿的话，您来我不得准备准备吗？要不这不怠慢了吗？大家别相信这个，怪力乱神之说是不存在的，
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，科学才是唯一的真理。哎，我说领导，这事儿你也管啊？我不能管吗？任由你们欺负老百姓？哎，我说啊，你给我说明白了。只会劳民伤财。陈主任呢？我们村的状况你不了解。怎么不了解啊？我侄女从小在这村长大的。那村里是真闹鬼呀、啊！我敬你，叫你一声陈主任，这是我们村子的事儿，你管不着。哪块来往你上哪待去。我是你们村的村支书，今天第一天上任，你看不到吗？还是说你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呀、啊？我看你这个村长也是快当到头了吧？好好好，这个事儿啊我不管了，出了事儿啊你可别找我啊！大仙儿啊，你得管呢，我们村没你可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们还等啥呀？赶紧过来呀！来来来来来。这神婆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负面迷信吗？小丽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也对，那时候你岁数还小，可能你都忘了，神婆这些年在这村子上没少忽悠人，捞了不少钱呢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小丽啊，听说你回咱村子来当村支书来了，是真的吗？对，这不上头又整治村子里边的歪风邪气吗？我就主动请缨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昨天回镇上啊，就是签任命书的。是吗？哎呀，有你回来呀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姑姑了。当然了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姑姑和雨。小丽回来当支书了，那我更得治治神婆了。她不是让村民往井里扔钱吗？哼，我陪她好好玩玩。神婆啊神婆，你果然被我猜中了。神婆啊神婆，你果然被我猜中了。王八犊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掏钱了！掏钱了！这！傻子，大半夜你叫啥呢？还以为遭狼了呢！钱！我抓的，我抓的！大半夜睡觉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掏钱！掏钱！哎，别管他了，这傻子大半夜抽什么邪风？有人，好，我就破罐子破摔。我说，
好，那我就破罐子破摔。我说，我说。哎呀，你们拉我一把呀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人呀，你胳膊，胳膊，胳膊！哎呀，哎呀，等一会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乡亲们呐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这都赖村长啊，可不赖我呀。村长家钱不是丢了吗？他们呢，非得赖我偷的，我真没偷啊。完了，村长他们两口子就出这么个馊破主意，让我来干这个事儿。那你说我也没招啊。美，真美。你说是个傻，就算看到又能怎么办？而且自己小时候说要嫁给他，自己应该也不算什么。啊！小丽啊，昨天晚上神婆的事咋发现的呀？这得回我宇哥来。是他先发现的，他傻子发现的。哎呀，姑姑，你别说我宇哥是傻子，他不是。好，好，好，小丽说不是啊，就不是。这孩子呀、啊，就是脑袋不灵光。要不你们……哎呀，姑姑，你别说了。现在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就算宇哥脑袋不灵光，我也会照顾他的。哟，扫地呢？不是，你们又来干啥来了？钱不都给你们了吗？钱？那点钱够干什么的呀？而且，这个傻子打了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谁打你们了？你们再闹，我就报警了。哟，这位妹子真是越长越漂亮，几日不见，更有女人味。和这小寡妇比起来呀，不成多了。妹子，哪儿来的呀？跟哥走吧，哥有钱。我海哥看上你呀、啊，是你的福分，知道吗？这个破地方配不上你。是全都，哈哈，是全都。傻子。你不能挡吗？你不有劲儿吗？看着我们兄弟傻眼了吧？妹子，今天呢，只要你跟了我，这个傻子，我不会把他怎么。滚！你们这帮臭流氓，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报吧！我看警察来了，抓你还是抓我？我这身上。还有上次被傻子打的伤呢，报吧！我看警察来了，抓你还是抓我？我这身上还有上次被傻子打的伤呢。他别打我了！你们两个等着我，过几天我就把你们接回去。要不是这几天我有重要的事儿啊，我可舍不得你们两个。傻子，别以为你傻我就不敢打你，躲着我点儿吧，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们这帮地痞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
们这帮地痞，迟早有一天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这些人在村子里面跟谁七好八十，到底有什么办法才能铲除他，让这些人以后都不敢欺压乡亲们？小丽呀，我听咱村人说，村人要占地，好像包给那个黄海那帮人了，这以后这村上没有个好日子过。姑姑，你说这消息可靠吗？我这个村的村支书占地的事为什么没通知我呢？小丽呀，这个村子的事儿可多了，那些个村民根本就不可能和你一条心。像黄海这个人，如果真的把活报给了他，村子里面的人也会少拿很多钱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点文章。王哥。小海，哎，这片地你能罩得住吗？小海，哎，这片地你能罩得住吗？别整出什么幺蛾子。你放心吧，王哥，交给我呀，绝对不会出什么岔子，一切呀，按照您的吩咐来。也懂我的。妈的，谁这么不长眼？怎么他妈又是你个傻子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见一次打你一次吗？放心吧，王哥，这件事啊包在我身上。行，小海，这事你别给我办砸了。不会不会，这村儿谁不怕我呀？您尽管放心。三哥，待会儿渴，拿瓶水喝。完了之后，这事儿没事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弄明明白白的。好，好，慢点开啊。行，嗯，那行啊。你小子他妈坑我啊！哥，哥，你为什么打我呀？我为什么打你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有什么数？自己看。啥啥呀？别打了！啊！好你黄海，我帮你当大哥，你却竟然对我，还跟你干啥？哎呀，这是又让谁给揍了？揍这样？黄海啊，黄海，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在你眼里我还不如一条狗呢。行，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，没有你我一样能活得很好。
哥哥，我听说烟给挡了啊！我给你拿点好吃，给我滚！小心我打你啊！吃饭，吃饭！啊！啊！好玩吗？嫂子，你不傻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我知道汪海把你抛弃了，而且还打了你，难道你就不想打回去吗？不会早就已经清醒了吗？他想干什么？让自己同花海追？可海哥的势力非常人能比啊，如果真的与他为敌，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玉哥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小丽啊，听说村里占地了，是真的是假的呀？是真的，来了一个开发商，想要投资，我给的价钱也太少了，比平常还要少了很多。想必呀、啊，这也就是他找到黄海的原因，想逼着咱们乡亲们呢就范。谁也不傻，你给少了，那村民也不能干呢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就闹呗。什么？在哪儿？啊！兄弟，没事吧？黄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还是不是人了？你算哪根葱？别以为当了村支书就管得了我。我打人了吗？我们两个在闹玩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，我劝你呀、啊，还是别多管闲事儿，要不咱俩玩玩。这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？难道是村长家丢的？现在沈腾已经给了你，跟了海哥这么多年，看来你对自己挺好的。好的，保我今天发挥到点儿了。海哥，以前都是兄弟错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兄弟一回，兄弟还得跟你混呢。行，那你以后啊就跟他混吧。啊啊什么啊呀，走吧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天哥，天哥，天哥。叫什么天哥？以后叫小天吧。兄弟，我这就报警，他是怎么打你的？他没打我，兄弟，你一定要说实话。没打我，没打。到时候自有人会收拾他的，你不要害怕。你可真流氓，你都是一个村上住的人，你也能下去留手？怎么，你要和我单挑吗？用不用找个没人的地方？黄海，你太猖狂了吧！啊！就是你个臭傻子，吓他妈老子一跳！快走吧，大哥，咱还有正事要办呢。走。兄弟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说，我能替你做主，还反了这帮人了呢。唉，书记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件事情捅上去，
以后少不了麻烦，吃亏就吃亏吧，我不和他争了。孩子，你不举报他，那这黄海在这村子里边不还得继续横行霸道吗？没有人出头，那他不就得无法无天吗？以后大家不得一起受他欺负吗？兄弟，我是支书，请相信我，我能给你做主，请相信我的能力。姑姑，这黄海人为太盛，村民们都很怕，压根没敢出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咱们还没有证据。小丽呀，要我说，就让那傻子再去揍他一顿。揍揍！一报还一报，他欺软怕硬的都惯了。我有劲儿，有劲儿。碰见那不要命的，他不也打怵吗？以暴制暴是不可以的，咱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。别急，这两天我去村上收集证据，只要我找到他的证据，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乡亲们，黄海在村子里面欺行霸市，谁都受过他的委屈，难道你们就不想将他绳之以法吗？知道他犯下了什么事儿，都可以和我说。你要干啥？成天不能干点正事儿。今晚十点，后山荒废房子，证据，这啥意思啊？姑姑，你让宇哥来干什么呀？这么危险，受伤怎么办？他能保护咱俩呀。你别看这傻子脑袋不灵光，打仗可厉害了。村子里面有这么个地方，大家都知道吗？谁知道啊？这是老乱哄嚷，大半夜谁敢来呀？姑姑，你跟宇哥先在这儿，我先去看一看。不行，要去一起去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听我指挥，再行动。姑姑，好像是黄海他们，他们好像在赌博。花花花花花花！花花花花花花！我跟他，跟你，金花，不好意思，海哥。让你看这是啥豹子。喂，海哥，山下来两个人，看不清，往咱们这来的。不好，撤。我怎么了，宇哥？许彪，他敢骗我？宇哥，我啥人骗你了？你没骗我，你跑啥？看宇哥害怕了，
我问你，昨晚那人到哪儿去了？他没在那儿。再我来找你干啥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海哥，今天可真悬呐！到底是谁呢？要我找到，非要弄死他！海哥，你就看到背影，三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，三个人，这组合我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？海哥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就知道呗，能不能别老一惊一乍的，稳当点行不？说谁呀？走，找他去。你又来干啥来了？没完了？干啥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昨天是你们仨把我点了吧？是你猜对了，不过是我们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有人承认就好。你做坏事还不让人说，别以为你每次都这么幸运，迟早我会把你送进去的。行啊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你先把我送进去，还是你先把你拿下？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你想怎么样？尽管拍马过来吧。不怎么样，只要你和你姑姑二人跟了我，以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让你们吃香的。怎么了？总比待在这个破地方强吧？身边跟个傻子不累吗？哎，那个傻子，我现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勇猛。上。王海，刚才你所说的话我已经录音了，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，一，带着你的小弟滚蛋，二，我马上报警抓你。算你狠，走。小丽，听说了吗？王海被抓了。啊，因为什么呀？听说上面人已经调查很久了，被抓不也是正常的吗？这可真是大快人心。宇哥，你是不是没傻？宇哥，你为什么要装疯卖傻？我要报仇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受了很多委屈。你要找谁报仇？仇我算报了，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没有拿回来。当年我傻了之后，村子里面很多人看不起我，尤其是华叔我夫妇，把我当畜生一样养着，私吞了我的家产，所以我一定要报复他们。现在仇已经报了，黄海我也已经收拾了，估计啊以后再没有什么乱子。宇哥，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完事儿了，那我们就……小丽，我们……宇哥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记得就好。宇哥，现在我来兑现承诺了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要嫁给你。小丽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房子，我甚至连个家都没有，你跟了我会吃很多苦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，没有房子，我甚至连个家都没有，你跟了我会吃很多苦。宇哥，我不在乎那些，我喜欢的是你的人。小丽，再等我几天好吗？我要把父母失去的东西拿回来。宇哥，我等你几天、几月、几年，我都等你。
傻子，你干啥来了？我不是傻子，花叔哥，欠我的该还回来了吧？欠你的，我们欠你啥了？如果我还是个傻子，也就凭你们忽悠了。但是现在我不是了，你们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在我的脑海里历历在目。媳妇儿，我看他今天怎么变正常了？该不是回来要房产的？他就病好了能咋的？那些家产本来就是咱们的，凭什么给他？我看今天这个事儿，张大恐怕做不好。要不然给村长叫来，和沈总，您多力量大呀。有道理，那我现在就给村长打电话呀。呀，这天儿终于下雨了哈。哎，傻子呢？我咋一天没看见他了呢？不，宇哥他不是傻子，他已经好了，他只不过是在装傻。那傻子都傻多少年了，那能说好就好吗？姑姑，宇哥真的好了，他已经好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啥意思啊？宇哥想要夺回他父母留下的东西，所以他一直在装傻。那他现在去哪儿啊？去花树果家了。那咱俩得去帮他去，那花树果那两口子不是啥省油灯，走。没想到你的病真好啊，可喜可贺呀！嘿，别装了，吃了我的东西，你们全都得给我吐出来。我父母留下的财产，你们凭什么据为己有？花宇啊，你这小王崽子，你狼心狗肺呀！这么多年没有我和你二叔照顾你、喂你，你他妈早都不知道他死在哪儿了。花宇啊，你二叔二婶为你良心用苦，你怎么一点不念起他们的好呢？今天不吃，明天坏了，你得给我吃！吃吃！哈哈哈！你给我吃吃吃吃！你怎么死？我念起他们的好，你们养我。这些年我吃的是狗食，穿的是大姐捡来的衣服，他们养我跟你们有关系吗？哎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吧啊，就这个傻子他就是个狼心狗肺的玩意儿。哎，早年把父母磕死了吧啊，现在找我们来报仇来了啊！我们哪一点对不起你？是啊，早知道是这样，还不如把他扔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得了。对，村长，我跟你说，不能让他回来，我不能看着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说谁狼心狗肺？我看看是谁说的。好你个小寡妇，你管闲事儿都管到我家来了，你先勾引我们家老爷们儿，现在又来勾引我侄儿，你连一个傻子你都能养在家里，看来呀你呀是真的渴得不行了。你好，你家那驴成天叫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咋回事啊？那也许啊那就是让你霍霍的，进屋你折腾自己跑了。不想跟你们多说一句废话，该我的东西你们都得还给我，多一分我都不要。凭什么？你吃我们村的，住我们村的，拿点钱不行啊？啊，我们用你的东西是应该的。都说你狼心狗肺，之前你傻，活该。你可长点记性吧，之前那些事儿你是不是都已经忘了？一点记性你都不长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你那套封建迷信应该不管用了吧？傻子，前一阶段我计划的事儿是你破坏的。
还真有可能是这个傻子，说不定啊，他早就好了，他在一直在这耍咱们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们骗老百姓的钱，活该。别在这转移话题了，把欠我的东西赶紧还给我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你们。华宇啊，我们是真没钱呐、啊。你父亲当年留下的那点东西，早都被你花光了。再说了，当年你父母去世的时候，是我们给你发售出去的，当年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呢。这样也行，把我父母的房子还给我，剩下的我一分不要，你看这样总可以吧？做你的梦去吧！这些年要不是我和你二叔，你早冻死、饿死了。现在还想朝我们要房子，你想都别想！你们可能对法律不了解吧？用不用我给你们普及一下？什么法律？在我们村里根本就没有房啊！但是以前，现在我是这个村的村支书，村长都得归我管。我告诉你们，宇哥父母的财产，宇哥才是第一继承人，你们没有权利霸占。这是真的吧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咱俩可不能让这傻子给唬了，就咱俩不搬出去，他能把咱们怎么样？现在这房子还没过户吧？如果你们再不搬出去，我只能请公安班来赶你们走了。欺负人，欺负人了！我和你二叔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还要把这房子要回去，你这不是花和我死活逼吗？村长，你都说句话呀！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还指望我帮你？我坦白，华宇啊，我真没拿你啥东西，我就拿了点钱，前段时间呢还全丢了。我不管丢了还是怎么，欠我的必须得还给我。好好好，华宇，你放话了，这钱我一定还给你。华主播，你们俩呢？华宇啊，二叔心疼你，这老房子留给你。我和你二婶，我俩回老房子住去。华宇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向你保证，再不找我要断片了。为啥？我呀，搬到别的村去，你千万别埋怨啊！你看这样行吗？是不是？爸妈，我跟宇哥来看你们了。宇哥已经好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后的日子由我照顾他，你们放心吧。爸妈，我们来看你儿子，别担心，我在这边活得挺好，现在正好。宇哥，我小的时候就幻想咱俩会有这么一天，如今也是梦想成真了。小林，你放心，以后日子我肯定好好照顾你，虽然今天我没给你一场华丽的婚礼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我肯定重新给你打一场婚礼。刘总，您说的这个饲料加工厂对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帮助，只不过资金这方面……陈书记，这点您大可放心，既然我都到这投资了，肯定让村民们吃饱饭，让他们赚到钱，资金方面您不用愁。喂喂，村民们请注意，村民们请注意，我是支书陈小丽，刘天水刘老板考察到咱们村子里面条件良好，而且村民又都比较淳朴，所以想在咱们这里进行投资，建造一家饲料厂。其中的事宜我已经跟刘老板商讨的差不多了，只要这座饲料厂建造起来，村民们的收益会很可观，会让大家的生活条件提升一个档次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通过选票的形式来选取一位人员作为饲料厂的管理人员，明天早上请大家都到村委会进行选票。
小丽，这件事都谈好了吧？不能再出现什么意外吧？放心吧，宇哥，那个刘老板我已经考察过了，而且他是上面领导引荐过来的，不会有什么差错的。再说，这对于咱们村子是一件大好事，没有理由拒绝。姑姑，咱们村这个招商引资马上就要完成了，过两天刘老板还会再来一趟，然后在咱们村子里边选址盖厂，可能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一切就全部落实了。到时候咱们村民都去厂子里边上班，可能还要选举一位代表作为管理人员。那太好了，正好华宇现在没有啥事干，村民们还都挺敬佩的呢。我是公职人员，怎么可能徇私舞弊呢？到时候一切都要以村民的选举为准。走了一个黄孩，又走了一个王老板，村子里面又来了一位大人，而且这次的投资显然比上次还要多。哼，既然黄孩已经倒了，连村子都不敢回了，那自己也不就是村子里威信最高的人了吗？听说他们要选举一个村民代表作为管理人员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就算离开了黄海，我也照样能活得很好。六哥，六哥，彪哥，海哥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，整个村子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担此大任？我看啊，这个村民代表非你莫属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竞争一下，成了之后别忘了弟弟我呀。没错，这个职位非我莫属。话语，取标，取标。哎呀，叔叔，不好意思，取标。话语，取标，取标，取标。哎呀，陈主任呐，这么多村民支持我许彪呢，你可要公正廉明啊！走，小丽呀，这帮村民是不是傻了？那谁对他们好，他们都不知道吗？姑姑，他们愿意投谁就投谁吧，跟咱们也没有关系。我以为啊，他们都会选择话语呢，那许彪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是啊，至于话语哥能不能选上这个管理人员也无所谓了。这帮村民真不知好赖，既然许彪他想做，那就让他做吧。咋样啊，宇哥？最近过得还好吧？这我新买的二手车，要我带你兜两圈的。过了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不喜欢，还是留着你自己开吧。陈书记，去哪儿啊？我拉你去啊。这车买的咋没人那么得意我呢？书记，书记，那许彪啊，每天压榨我，加班也不给工资，
我们想让华宇出面和许彪商量商量，最好啊能把那许彪啊给顶下来。之前你们把票都投给了那个许彪，不就是因为他给你们点好处吗？舒服，都是我的错，当时瞎了眼，把这票啊投给了许彪，现在可苦了我们了。现在你们后悔倒也是可以，不过你们要当着所有村民的面把事情说出来，还我家话语一个清白，这事儿我就做主了。这事儿我不管，我也不想当什么官吏。话语啊，这件事情还得你出面，现在只有你出面才能解决这个事情。话语啊，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，不为别人，就算为了我。你就答应了吧，花影。哎呀，怎么个事儿啊，宇哥？听说你要找我吵了？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真有胆量的话，咱俩就光明正大的较量一下。怎么较量？约个时间地点，咱单打独斗。彪哥怎么了？我只是说决斗，时间地点我都没说，你怎么不提醒我点儿？明天中午后山小树林，谁先倒地也起不来谁就输了。明天中午。来，彪哥，彪哥，来支烟。来，彪哥，彪哥，再来点水。嗯，亏待不了你啊，彪哥，你都不用尽全力，那华宇能是你对手？他以前就是个傻子。没错，没错，彪哥，我们都相信你。相信我顶个屁用，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是清楚的，我指定打不过。快把桌上那个剪子给我拿来，那可是高人送我的东西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能顶大用，万一我真打不过他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华宇，你是个爷们儿，我先让你三招，开始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靠，人呢？哎呦我操，大意了。哎呦我操。许彪，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宇哥，滚！宇哥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听孙明明说你来跟他决斗，这种人理他干嘛？你看看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
这种人呢，你要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是没有记性的。走，回家。徐彪，这么点事儿你就干砸了？你说干什么吃的？还说我？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我跟他决什么斗啊？你觉得我能打过他？害我在众人面前出丑，还没找你算账。找我算账？你脑袋够用吗？如果你要想扳倒他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办法我有的是。还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？相信你老东西。行，徐彪，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也登不了大雅之堂。我这小三口得喝几杯分嘛。他妈的！哎，宇哥，宇哥，徐彪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事儿到底是谁让你做的？我是做什么？村长，都是那个老东西，让他让我跟你作对。确实如此，要不然以徐彪胆小如鼠的性格，怎么敢和我作对？如果有村长在后面推波助澜，给他出谋划策。只不过村长这个老东西不是已经被我赶出村？宇哥，宇哥，那个管理岗位我不要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个老百姓吧。他回来又想干什么？小雨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问明白了吗？问明白了，姑姑，都是村长搞的鬼。他不是被赶出村子了吗？是啊。这老东西不都是让咱们赶出村子来了吗？他到底想要干啥呀？不会是来找咱们报复来了吧？村长这老东西回来肯定没好事儿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有什么招数我都接着。话语呀，那就全靠你了。喂，刘老板，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语吧？嗯，也就是我的老公，举贤不避亲，想必刘老板您不会介意吧？好的，刘老板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村民们好，很高兴大家选举为这次的村民代表，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不会坑蒙拐骗，更不会欺压大家。宇哥，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，工作也都各自稳定了，是不是该……孩子的事确实该抓紧，现在还有姑姑帮咱们带孩子，改天去后山跟爸妈说一声，不过我想多要几个。都听你的。你们两个说生就生啊，那生多少不都得是我伺候吗？那生俩仨就得了呗，还得把谁累死啊？姑姑，能不能别总一惊一乍的？
我也不想啊，你们这两个小崽子不还得我伺候吗？饭做好了，走回家吃饭。陈小丽，华宇，你们两个把我村长的位置给撸下去了，我记得你们一辈子。等着瞧。